公主为了心爱的小情人精心打扮了一番，一派胡言。他今日都不知道赵怀安会过来，可能这就叫心有灵犀吧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为了给相爷看吧。眼瞎了。公主一向仙姿玉貌，今日更是闭月羞花。他们情人相见，笑容满面啊。相爷，准备收场吧。你是？赵某是你的小甜甜，甜到你心里边。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你离开我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黏。相爷，我听说相谈甚欢啊。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？缺点你。牵手，牵手，相爷，牵手。武英公主的秘密情人赵怀安，那在醉春楼花魁对陈玉施了不少招数。他明明就是真情人，他这明明就是在跟赵怀安逢场作戏，只是为保护自己罢了。真的吗？夹子音啊，相爷，许久不见，人家好想你啊。相爷又上手了。相爷，相爷，别急别急，是不是一起回房间了？他没有忍住，差点一巴掌拍死那个脏东西。哎，相爷不可呀，这是打草惊蛇呀。哪有什么凤芝凤芝，分明就是凤芝和易了容的假公主。你是？想不到公主竟然背着你家夫君在竹林里与另一个男子幽会。我幽会我的，有什么好跟你解释的？你的伤无妨。无论过去如何，但自我嫁入相府起，我的心里就只有相爷一人。江山社稷，朝堂仕途，愿以歌声富贵荣华，金马玉堂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